金刚功就是张振顺道长啊传下来的这部功法啊，它分金刚功和长寿功两部分。我对这部功法什么看法？跟那个八段锦呢是什么关系？哪个好？说实话，这个话题是容易挨骂的话题，在网上吧，就是好多人评论呢，就是或者说对一个功法的态度啊，他是喜欢一捧一踩，只要我捧高一个，我会踩低一个，甚至踩低一大片。他是这样的，你说金刚功的话，你让我是公开说，那我只能说金刚功好，我要说它不好呢，可能一大堆人来骂我，那我就犯不上了，是吧？我又不练金刚功，那我挨这骂的话，我犯得着不？但是问的人多了啊，然后还是说简单的说一说吧。这部功法啊，在早些年张道长刚推出的时候，面向传往这个公开教学，面向社会啊，不能说传往，面向社会公开这个教学的时候，当时让我跟几个朋友啊，当时我们都是练功圈几个朋友，对这个兴趣极大，然后也想去练。然后我们在一块呢，就研究嘛。然后当时张道长已经把这个金刚功那个练习视频呢，已经就发出来了啊，在网上可就可能搜得到，我们照着那个视频啊来研究来看啊。我也跟着练过一段时间啊。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对这个练的是比较那什么，因为他觉得这部功法的话是那个反正挺厉害的，是吧？然后那个他就想往深钻，结果他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然后他最终还是转到八段锦上来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练到最后就感觉是遇到一个瓶颈。比如这个功法有效果呢，也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你再往高的练呢，往深层次的练呢，又觉得说这个不能说带给更高的一个层次，然后里边有好多这个细节问题啊，又没有条件去找张道长去直接去挑功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面授的机会。这个不是说张道长不教啊，张道长也的话也公开讲学什么的，但是作为普通人讲的话，他没这样一个条件，是吧？我就花了大老远的去找这个挑功啥的，他觉得很不方便，所以他就放弃了，然后找了一个有这个正规传承的人啊，学了一套八段锦。他后来练八段锦呢，练得非常好。这个是我当时经历过一个事情啊，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。而我呢，在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然后我也放弃了，但是我就想体验体验，我也就放弃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自己的门户，是吧？我自己的东西都练不过来的，我们自己的东西一脉相传的，说实话，效果的话也不见得比他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当时我的想法就是，没必要再鼓他了，当出来的时候，看一看，了解了解就可以了。那你说，八段锦跟金刚功哪个好呢？其实你要把它定义为导引养生保健的功法，其实都挺好啊，都挺好，这个不是我这个和稀泥老好人，都好啊，就看你说你能在哪个功法上你能深钻。注意啊，这个深钻呢，你一定要去能找到它的传人，得到它的传授。你不要光看着视频深钻，也不要听着网上乱七八糟的，比如说这个人哈，练了2天半，我说这嘎我有什么新的体会？你练了几天半的话，你有什么体会呀，是吧？你的体会对不对呀？所以的话很难判断啊。所以我的建议呢，就是网上乱码七糟的言论不要听，你专注于就拿道长这套教程你看，然后呢找机会一定去找张道长的传人，因为张道长现在已经先逝了嘛，对吧？找张道长的传人去学。张道长的传人大家都知道啊，许道长是吧，找他去学，你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。然后八段锦呢，你要能找到说真有这个传承的人啊，你好好练一套八段锦也非常好啊。金刚功呢，它就分这个金刚功和长寿功两部分啊。那八段锦呢，也分为这个站八段锦跟坐八段锦这两部分。所以这个他俩这个，你从养生保健的效果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异啊。前提啊，一部功法就是你能不能得到它的最好的效果，一定得看你能不能得到这部功法的传授，是吧？否则的话就没有可比性。我这么说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，感同身受，或者是认同我这个观点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问题呢，你要我说啊，其实我就说，都好，这绝对不是和稀泥啊，都好，真确实是都好嘛。你要能得传授，哪家都好，这是从这个，养生保健呢，导引这个养生这个话题来说的。当然了，那最后的话，我还是表达一下我个人观点啊，就是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是道长就是面向社会普及的这个版本的金刚功。我觉得他这个不如传统武术啊，他这练功对功法要求那么高啊，比如说这个身价呀，还等等这种细节，他这个要求要少。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嘛，他可能会更普及大众。就像现在咱们官方推出的，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国体试打功，是吧？八段锦呐，易筋经啊，然后
五行系呀、六志诀呀，这是国体十大功，是吧？国体十大功呢，它这个面就是面向于大众啊，讲健身养生这一块的，它也是照传统的一个练法呢，也就三点的好的东西，因为它安全，你要面向大众，你不能练出毛病来，你不能说谁练谁就练坏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人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练这个国体的，我把这练国体筋经怎么着了，我练坏了，哎，练坏你不能怪功法，对吧？那你先就是你自己没练好，或者你自己瞎烂捣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从安全性还有这个普及大众这个层面，它的简易性，我觉得这个金刚功也是非常好的，哎，国体的八段锦也是非常好的。你要从这个练传统武术那种角度来讲呢，我觉得是有些细节。哎，它是要求没那么高，相比较就是你练传统武术的功法啥的，那细节要求就要更高一些。